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汉堡祥，欢迎收看汉堡祥 TV。 今天我们要做什么？今天有一个消息想告诉大家哦，我之前都是用星期天夹娃娃日，对不对？我现在改为夹娃娃，嘿，那今天来拍一个外翻篇的第一集哦，我们来看哦，夹娃机里面有什么东西呢？那就开始吧。听到吗？哦，刚刚夹娃娃机内的话，大部分都是哦，是公仔，就是娃娃，对不对？各位，哦，应该是娃娃。你看它都设定的话，都设定在1000块以上，大部分，对，就上了，对，还不错吧，对不对？对，哦，皮卡丘嘞，小熊嘞，对，啊，那个是1000，皮卡丘，黑色的皮卡丘，也要1800。香味的话都是哦，五星级，还有还有星巴克的，都是山西的东西，需要很多热情。大陆的不一样，金鱼，比较轻，你看，那保价起来太高了，对，看它东西，哎，这是比是尺寸，小东西呀，这样。是比较多的，对。你看，把脚也换大只的，1000多块，对啊。东西都是这样的，对啊，嗯，大爪，对，对，好，带大家看看过一圈了，对啊，好像是公仔比较多了，就再来就是那个蓝牙喇叭，对啊，山西的东西啊，对。哦，琳琅满目了，也可以说是杂货店了，什么东西都有了。我还看过泡面、饼干，还有牙刷，对不对？牙膏、拖鞋，其实雨伞都有，杯子也有，对啊，你要看个人喜好，对啊。哦，那如果哦这次的影片有喜欢的话，请按赞。哦，想继续追踪我的话，请按订阅哦。哦，啊，有新的东西的话，新的物品的话，可以留言在。
在我影片下留言哦，让我知道，那我可以去找哦，那就拜拜，下次见，拜拜。